如果夏天的话，三天就采一次。这样很快哦。包报纸，用一个袋子这样。因为有的我都已经拿起来冻了，硬的话你就把那个皮削一削。好，谢谢。我第一次来，然后要去找那个瀑布。没有朋友。对对。还好了，因为还好哈，没有那么热。谢谢你，你要把那个往上拉，不是。